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誰主香港。Hey, 好，我們今天就首先要問一下大家，明天是什麼日子？明天我應該沒問你先。我問你們，你問我，黎佩，黎佩，其實呢，明天就是香港的重光日。說起呢，真的很傷心，因為呢，其實你星期一就因為看Boss輸咗啦，輸咗啦。咁我咧禮拜日就因為咧打風兼和雨啦，咁所以其實嗰個紀念儀式就取消咗。咁其實原本咧即係我打算今年再去多次，因為感受好唔同。因為我上年去嘅時候咧係未睇過成場戰役嘅，咁去到純粹係可能睇一個儀式啊，跟住行咗 round 墳場就走咗咁樣。咁所以就諗住今年再去啦。咁點知佢有八號波有和雨就取消了。咁聽日就正式是重光紀念日係咪？聽日其實就是香港重光日，就不是紀念日。紀念日咧就係即係八月嘅最尾嘅一個星期一同埋之前嗰個星期六。咁重光日咧就係八月三十號，咁就一直都冇變。哦，即係聽日就係歷史上嘅重光日。係，冇錯冇錯。咁但係紀念日就係啱啱過去嗰禮拜日。今年就是係啦，八月最後一個。其實通常都是八月尾，即係八月廿六、廿七、廿八呢幾個日子。O K。係啦，咁而係啦，咁同埋交代少少啦，咁即係因為上一集啦，咁其實就我哋就即係因為係台主同埋神區嘅新書發佈啦，咁所以就 delay 咗啦。咁所以下一集咧，其實我哋都係會繼續講翻保衞戰，係啦，咁可能有少少囉嗦，但係因為即一直以嚟啦，咁即呢個香港保衞戰都比較忽略咗，咁所以都想用多少少時間，咁就同大家講講啦。咁再過多一集之後咧，咁就會輕鬆翻少少嘅，咁就會同大家去遊香港咁樣，係啦。咁不過我未諗到同大家遊咩地方好，因為太多相。好，係啦，咁就入翻整體先啦，我哋。好。好，係啦，咁即記得上集講到啲乜嘢？上集係講到呢一個防空洞。不是防空洞，是我剛剛即那十八日戰役地號，他打到退了下去港島，是即是看了地號就退到香港島。我們給掌聲說說你終於記得一些歷史了。那我們上集呢就講到日本呢，他12月8日就進攻香港啦，然後用了大約即其實不夠兩日的時間呢就已經攻陷了這個即香港政府擺了很多錢去起的最底運防線。然後呢即守軍呢他雖然就用了遲滯作戰，但其實都頂不到很久了。日軍呢其實都用了不止一個禮拜的時間呢就將守軍呢逼到去這個香港島了，這樣然後去到香港島之後發生什麼事呢？其實呢在前兩集即開頭兩集都有跟大家講過，就是當時呢香港政府將大部分的譬如炮台、啊、或者其他軍事設施呢都是擺在港島的，所以其實之後即過了六日之後的去到投降之前呢戰爭都是非常激烈，因為都非常之很多炮、啊、香港最出名的炮台山那裡是不是最多炮、啊如果以翻呢段歷史嚟講，個炮台山就應該唔係幾關事。即係，唉，唔係各位觀眾知唔知點解我哋要擺何君喺度？即
知唔知點解我哋呢個節目有何君啊？就係、是、當我哋兩個好認真咁講嘢之後，何君要出嚟派膠啦。係啦，咁即係相比呢個炮台山咧，咁其實當時譬如話摩星嶺啦、鯉魚門啦。即係呢啲反而只更加重要。咁點解咁講咧？咁其實喺14號、15號嘅時候咧，咁就日本咧就即刻唔客氣啦，咁就開始呢個炮戰啦，即係用炮彈係射啦。咁其實佢一開頭咧係聯軍呢個西環嗰邊，即係例如摩星嶺啦，同埋譬如可能山頂嗰度咧，有冇行過龍虎山啊？即係佢係其實係中環行上山頂嗰條路。唔識喎，睇你哋兩個樣都唔行山。唔係中環行上山頂，係中環行上山頂，其實你可以經過呢個龍虎山嘅。即係嗰啲市集在上，係咪搭纜車會望到嗰座山咧？睇下先，呢個我就唔肯定地理位置上面係啦。咁但係如果有機會，因為其實行山頂喺中環行上去，其實都大致上有分兩條路嘅。咁其中一條路咧，有機會經過呢個龍虎山係啦。咁而龍虎山咧有啲咩咁特別咧？咁就係因為咧，即係佢其實當時就係有一個炮台喺度，咁叫做重立炮台。咁陣間可以同大家睇睇圖係啦。咁而係啦，咁即係可以去一張相先。係啦，咁呢張相係俾大家睇睇，就係即係當時日軍去空襲呢個嘅港島時嘅一張相咁樣，係啦。咁可以下呢度係邊度嚟咧？呢度我都唔太清楚，但係喺港島。哦。照片有一日可以睇下張相。好，可以下一張圖。係啦，咁話説嗰次咧，即係我都係同其他朋友去揾界石，咁係啦，界石大家可以即係遲啲同大家講講。咁同揾界石啦，咁跟住行行下咧，即係行咗上山頂，咁跟住咧途經就見到咦有個炮台喎，咁其實嗰陣時咧即係仲未留意到呢啲嘢嘅，咁但係就走咗去八卦咗一下，係啦，咁就見到原來其實係有個即係廢咗嘅炮台喺度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炮台嗰個座，係啦，咁而再下一張。係啦，咁呢個就喺個炮台附近嘅，咁就係、是、即係你當係可以俾啲人去避難，即係匿埋咁樣係啦。咁所以都因為好嗰度範圍其實有好多呢啲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當時見到有好多政府立咗嘅牌，就係叫你唔好打 war game 咯。即係政府眼中關心嘅就係叫你唔好打 war game 咯。喺所有嗰啲就唔會將呢啲地方列做文物啊，或者係一啲冇基本上其實冇，基本上冇。我哋真係去親咧，見親呢啲遺跡都係不要打 war game。不如打火機用咩？小心戰壕啊！很危險呢啲咁嘅嘢咯，係啦，好係啦。咁然後咧，即係14、15日咧，咁就開始去打啲炮台啊，去炮軍啦、啊，或者空襲啦、啊。咁然後咧，16號咧再加劇咁追住嚟打嘅直頭。咁即係佢係不斷咁去轟炸啲北岸，即係喺中環啊、上環灣仔啊，或者鯉魚門嗰頭嗰邊嘅機槍堡或者炮台啦、啊。咁特別係喺灣仔嗰邊嘅麗頓山啦、摩星嶺同埋鯉魚門嘅。咁而都當時因為即係佢嘅攻擊非常之激烈，所以其實即係好多嘅設施都被毀，特別係一啲通訊嘅電纜咧，其實都斷咗。咁所以變相其實成個守軍喺譬如可能即係幽門兵啊，即係上集提到咁樣又或者可能其他調動嘅時候咧，其實都聯絡唔到。咁而到咗17號朝早嘅時候咧，咁日本啊再勸降啦，勸降。我唔知點解總係讀錯啲字啊，真係唔好意思，係勸降。同時咧，佢哋都今次好醒目啦，因為上一次已經勸降咗一次啦，咁唔成功嘛，咁所以今次咧特登咧再炸啲住宅區，咁可以去去圖。係啦，咁當時咧虎豹別墅咧就大約喺呢個嘅大坑嗰邊嘅位置嘅。咁銅鑼灣嘅。我炸咗虎豹別墅，當年係。係啦，咁有炸。好似冇炸中嘅，冇炸到，係啦，即係冇炸冧啊，但係有炸中下。即係虎豹別墅，如果各位觀眾唔知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香港呢邊嘅一個古蹟嚟嘅。咁啊，當年係有個有錢佬咧，就真係叫咩啊？好似真係叫虎定唔知叫豹，點知叫虎豹？我唔記得錯，因為我係去過呢個遺跡嘅小學嗰陣時。小學係啊，咁啊，即係佢起咗間咧好鬼有好鬼靚嘅別墅，咁啊叫虎豹別墅。冇錯冇錯，同埋呢個好，我記得係有列為唔肯定係列為古蹟定係列為歷史文物嘅，係啦，因為呢個其實我都未去親身去睇下，係啦。咁當時咧即係
如果講到話即係日軍開頭，佢淨係炸一啲，譬如摩星嶺呢啲，其實係你當比較山卡拉少少嘅位置啦，港島區嚟講。咁因為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一開頭就炸曬啲住宅區啊，其實啲人又死曬，設施又冇曬，咁其實你到時佔領咗都冇乜用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呢個就擺明就係大英國咁。好，補充翻咧，原來虎豹別墅係香港都大坑。大坑道入面嘅別墅，咁啊一級歷史建築嚟嘅，咁啊當年就係阿胡文虎啊，胡文虎嘅別墅嗱，我真係噏中佢，真係唔知叫阿虎定阿豹，胡文虎。咁咧就依家如果嗰啲觀眾咧想去參觀嘅話咧，就星期一至日每日上午嘅九點到下午四點咧，都係免費入場參觀嘅。但係呢個係停止開放前。唔係開放開放緊啦，我唔記得好似係咪指定開放？有冇唔開放？因為我印象中呢個好似係佢係指定開放日子，跟住就拎入場券嗰啲咁樣。係咩？即係而家冇開放㗎？依家應該冇開放。哦，死啦！放流料添會俾人投訴垃圾。哎呀！對唔住，當冇講過。好，咁我哋就繼續落去啦。咁咧，咁其實咧，即係日軍啊，咁你正常嘅其實都一定會係去登陸嘅，係咪先？咁而呢個大家可以大約睇睇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不知道大家見唔見得清楚，佢哋有分呢個右翼隊同埋左翼隊啦。咁其實大概個路線咧，都係希望可以經譬如話筲箕灣啊、太古呢啲咁嘅地方咧，然後再慢慢向西推進嘅，係啦。咁知唔知點解要咁而唔係一開頭就即刻喺譬如中環啊、上環灣仔呢啲咁嘅登陸咧？嗯，何君，你知唔知？係咪因為嗰個地方比較即係叫個防衛軍嗰啲嘢比較集中喺嗰邊，啱啦，冇錯，係啦。咁因為其實即係當時嘅即係維多利亞城咧，咁其實都係喺翻西環呢一邊啦。咁而好明顯嘅就係當時嘅海軍啦，亦都喺嗰一邊嘅布防嗰、那個防守咧，亦都係比較嚴密啊，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一嚟就即刻去攻一啲咁多防衞嘅地方啊，係啦，咁好明就其實係自投羅網咁樣就冇得做嘅，係啦。咁而好快啦，咁日軍咧其實即係迅速已經登陸咗呢個嘅港島北岸啦。咁就係先去咗呢個嘅太古船坞船坞啦。咁然後之後咧就係啦。咁然後之後逐漸咧就經登陸呢個嘅北角嘅，係啦，最後係登陸北角度嘅。係啦，咁啊太古船坞就喺依家。太古城嗰頭啊，咁啊，太古城係啦，外碟咀灣嗰頭啦，係啦，但係已經填咗海啦，而家係啦，冇錯，係啦，咁可以再過下一張相，咁呢一張相就係當時即係日軍登陸北角嘅時候嘅一張相啦，咁可以俾大家睇睇。好，咁然後好時間有啲講，好係啦，咁到咗18號到19號嘅時候咧，咁即係因為咧其實北岸嗰度咧，咁其實守軍咧係一直都守唔住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不斷咁樣要重新建立防線同埋去調配啦，咁諗住咧佢哋就可以等到日出嘅時候咧再反攻，睇下可唔可以霸翻個北岸咁樣啦。咁而同時咧，即係我哋即將就講到呢個成個港島嘅其中一個打得最激烈嘅戰役啦，咁就係同時咧，即係日軍咧佢唔小心啦，就係啦，唔小心咧行入咗呢個嘅黃泥涌峽，係啦。咁而拆開少少講啦，想飛下一張圖，啊，咪似一張，似一張，冇咗，陰功，唔緊要，係啦，咁因為其實本來咧就有張喺Google Map 度咧 cap 咗張圖嘅，咁如果大家可能係開緊電腦嘅話咧，可以即時 search 呢個嘅黃泥涌峽係啦，或者黃泥涌水塘公園會比較好啦，係啦，可能俾5秒鐘或者10秒鐘大家試下，如果有時間嘅話。係啦，咁因為咧，其實當時咧，即係大家睇睇咧，其實見到咧呢個黃泥涌水塘公園咧，其實佢係你見到好似一個星字咁樣樣嘅，咁因為一條星星咁樣，係啦，咁因為其實佢係一個中心點啦，佢有5條路啦，分別就係呢個嘅黃泥涌峽道啦，跟住呢個嘅深水灣道啦，仲有淺水灣道啦、大潭水塘道啦，同埋呢個嘅南塘道啊，係啦，咁而經過呢。即係只要佢哋用呢5條路咧，其實可以去到港島嘅
五個地方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守軍咧，佢哋係安排咗一個嘅指揮部啦，就喺呢個黃泥涌峽度啦。咁而因為即係諗住方便，可以即係譬如可能派兵出去啊，或者收翻兵翻嚟咧，都非常之方便。咁但係同時咧，亦都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叫做咩咧？敗不之處啊，算唔算唔算敗不嘅？易攻難守啊？唔係，即係同時咧，呢個亦都係。變成了這個指揮部的一個弱點啊，算不算？因為太多路入，係啦係啦，詞窮啊，即係易攻難守，太多太多嘅位置要兼顧防守，可以咁講啦，同埋都好容易俾人入到嚟咁樣啦，係啦。咁而正正咧，即係入軍咧，亦都係唔小心咁樣咧，就經過南塘道嗰度咧，咁樣慢慢行咗去黃泥涌峽。咁呢個時候咧，咁就想同大家睇睇啲相啦。咁就係即係我前兩個星期咁就去咗黃泥涌峽睇下佢啲遺跡，即係係啦。咁咧就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即係相比呢個城門碉堡咧，咁其實黃泥涌峽就比較近市區，就方便啲去嘅，係啦。咁但係比可以睇嘅嘢，即係我嘅意思係只可以行入去睇嘅話，咁其實就黃泥涌峽就做唔到啦。反而啲城門碉堡咧，你就真係可以行入去睇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一個彈藥庫啦，咁佢所有其實門啊嗰啲其實都已經鎖曬嘅。咁同埋佢呢條黃泥涌峽徑咧，佢都其實幾好噶啦，即係佢有個地圖俾你，咁 mark 曬俾你咧邊啲遺跡喺邊個地方，咁我哋就可以跟住行，咁都唔錯噶啦，係啦。好，可以下一張。係啦，咁入到去之後冇耐咧，咁。見到呢個圓碌碌嘅嘢咧，咁都知道一定係炮台啦。咁而當時咧，即係圓碌碌嘅嘢，一定係點樣睇到係炮台？係圓碌碌，唔知道，但係我睇你睇到都就係明。圓碌碌嘅嘢唔係 M V 啊！即係軍事上面嘅圓碌碌，係啦。咁即係你見到呢個圓碌碌。喂，等先，唔係我真係睇唔到，可唔可以指一指？邊度圓碌碌？我真的不解釋到，因為你啱啱睇翻咧，即係譬如你叢林炮台啊、赤柱炮台，你睇翻，你可以上網 Google 下啲。我想問係左邊石墩上面嗰嚿圓碌碌啊，定係邊度圓碌碌啊？即係咪咁樣呢一個位？呢度係咁樣成嚿圓碌碌噶嘛？哦，呢度咁樣樣喂，你望呢度成嚿嘢咁樣係屌得啦，平面先知係圓啊，老細。你自己腦補一下啦。嗱，各位觀眾評下你，你望住呢張平面圖，你點睇都係圓啊？哇！我以為個炮台板。左邊或者右邊咧，就一路望咗好耐咯。咁大佬，你又唔諗下我幾高？我點樣高炒？係啊！你企起身俾觀眾睇你幾高。嗱，我咧就155 OK。即係好啦，入翻正題先啦，冇時間啦。係啦，咁跟住其實咧，即係喺呢個高射炮度咧，咁都打咗兩粒鐘咧，去最後咧都係不幸咁樣咧落咗呢個日軍手啦。咁可以再下一張。係啦，咁呢個係啦，咁再下一張，咁你再上山嘅時候咧，咁就會遇到有兩個機槍部嘅。咁第一個機槍部呢個叫 JL O1 啦 ，O1 係啦啱啊。咁佢就其呢兩個機槍部咧，咁其實都係打得比較激烈嘅地方。咁因為其實咧，我啱先由呢個嘅炮台或者高射炮啦，行上去呢個機槍部嘅時候咧，其實係要經過啲引水道。係啦，咁同埋周圍都有好多嘅鐵絲網咁樣封咗嘅，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咧個位置都比較隱蔽係啦，咁但係都係唔小心啦，又俾日軍發現咗啦，咁而同樣即係非常之慘嘅經歷啊，係啦，就係同城門碉堡個類似，咁就係咧大家見唔見到即係有個窿啊，即係呢個左手邊嗰個定係呢度下面呢個啊？哦，即係左邊呢度柱嗰度個窿。係啦，呢個咧，我記得我以前即係中學嘅時候打機咧，即係玩嗰啲二戰嗰啲咧，就好興就係匿入去，跟住之後有機槍咁俾人掃射出邊啲人啊！即係同一個悲劇，即係咪俾人抌手榴彈入去？係啦，冇錯，正正就係咧，即係透過一啲嘅氣口啦，咁就日軍就抌咗啲手榴彈落去，咁結果就樓下嘅人全部冇曬。我唔覺得咁慘啦。咁而可以再下一張睇睇啦。係啦，咁點解影張咧？咁話説嗰陣時，咁我哋行啦，即係嗰陣時有啲天陰陰嘅，咁跟住行到上去咧，咁突然間個 friend 拍一拍我咁樣，跟住佢望啊，唔係係我拍一拍佢，咁跟住佢望一望嚇到彈咗，咁因為即係。見到當場有啲陰獅子咧，咁唔知可係咪因為可能有一啲知道呢段歷史嘅人啦，咁可能嚟拜祭英靈。唔係喎，嗰啲人燒俾你嗰啲人。閘住你把口啊！呢啲溪前啊，仲要用埋殘體字咧，如果細心留意。天地銀行有限公司。個銀字係殘體字。好啦，廢話少講啦，我哋再下一場。
係啦，咁呢個即係第二個機槍堡啦。咁你都見到，即係佢其實都封咗噶啦個口咁樣。呢度其實係要行入去入，即係行落去。即係左邊呢嚿嘢係機槍堡。係啦係啦，佢係機槍，佢機槍即係佢機槍堡好大嚿噶嘛。咁佢呢個係即係哦，係啦，佢左邊呢嚿係機槍堡，咁呢個入口大封咗已經。呢、這個應該係嗰個窿嚟嘅，係、啦，因為我唔肯定係咪入口咁，但係就佢 suppose 係一個窿嚟嘅，咁但係已經封咗。其實即係香港政府呢啲位置都好差，即係通常你外國啲戰爭遺跡咧，全部都係導賞啊、牌啊、插喺度話俾你聽咩嚟噶。唔係誒，呢個算係咁，即係黃泥涌下邊一堆就算係咁咯，即係佢有啲牌咁樣棟喺度。我真係行過去乜都唔知道。咁但係咧，陣間先會話俾你知道底佢即係所謂嘅叫做咩咧？咩咧？唔係保養嗰啲叫咩咧？咩咧？哎呀，詞窮啦，陣間再講啦。好，再下一張啦，因為時間。唔好懷疑咧，其實係即係香港政府啲官員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地方。林鄭應該唔知啦。林鄭應該唔熟咯，所以冇人搞咧。但係點解下邊嗰啲技術官僚做啊嘛？呢啲都唔知啊嘛，佢哋。邊度會啊？屌！唔想做啊！唔想做啊！屌！好，咁跟住再下一張咧，都係機槍堡嚟嘅。咁同樣呢度都係見到一個窿咁樣，係啦，咁一個石咁俾大家睇睇。好，跟住可以再下一張。係啦，咁跟住咧，咁其實行完呢堆啦，咁跟住你會兜咗一個圈咁樣樣嘅，咁到最後咧就會去到呢個嘅西女指揮部啦。咁話説咧，即係西女指揮部嗰度咧，咁就發生咗場即係可唔可以叫做即係極致嘅悲劇？我真係詞窮形容。係啦，咁就話説咧，即係當時其實喺呢個指揮部啦，咁其實係守軍咧係被包圍嘅完全，咁而出邊嘅援軍咧係入唔到嚟呢度啦，咁同樣喺指揮部入邊嘅守軍咧亦都出唔到去，咁所以咧唔知道大家即係聽過保衛戰有冇聽過一個人叫做羅迅啦，咁羅迅其實係加拿大嗰邊派嚟嘅，係啦，咁而關於佢嘅事蹟咧就係即係到最後咧即係羅迅咧，佢就諗住突圍而出，咁於是咧，佢就同佢嘅手下咧，即係就講咗句好型咁講咗句，即係我演繹啦 ，I'm going to outside to fight it up 咁樣啦，咁跟住就衝咗出去，咁但係當然佢即係咁樣默默然咁樣衝咗出去，其實亦都冇得做啦，係啦，咁所以最後即係喺呢個指揮部咧，咁其實最後都得翻，好似幾乎得翻全部人。得翻兩個人係幸存咯，咁其他人都死曬啦。咁而喺呢一日，即係喺黃泥涌下呢度咧，其實足足係嗰一日咧，淨係死咗400多人。咁但係講緊話，即係成場18日嘅戰役咧，其實總共大約死咗1600左右啦。咁其實都死咗1/4。咁所以其實喺黃泥涌下呢個地方，其實打得非常之激烈咁樣。係啦，咁可以下一張。係啦，咁呢個咧，咁其實。呢、這個真係好恐怖啊！咁話説咧，咁佢咧指揮部咧，佢就有三個女部咁嘅。咁但係咧，呢個女部咧，如果我冇睇錯嘅話，咁呢個就應該係羅迅女部咧，就係因為啱啱嗰個事蹟佢命名咁樣啦。咁點樣我要示範俾你睇咧？就係香港政府咧點樣去保存呢啲或者保護呢啲咁嘅嘢啦。可以再下一張。係啦，佢係點樣咧？佢就係咧攬咗兩條呢啲咁嘅繩啦，跟住然後寫住歷史文物之類嗰啲字體啦，跟住叫你唔好塗鴉或者唔好接近咁樣。但係佢係完全冇整修過，或者係即係除下雜草。冇錯，又或者其實如果當時咧，即係我大膽啲咁跳過去，其實都冇問題咯。係啦，即係佢乜嘢冇擋住咯，咁就咁拉兩條線咁樣。搞錯啲。唔係，即係我就咁望咧，我覺得同嗰啲即係你話原。往咧啲鄉郊地方嗰度，突然間有個鐵皮屋、石屋嗰啲係冇分別，直情核突過啦！咁樣還兩條核突到咧，唔係佢嘅目的咧，唔係要保護佢咯，個目的係為咗防止啲人打鍋 game 入去啊！我懷疑係咁啊，或者打鍋 game 啊，打鍋 game， 佢真核突到咧，真係睇見都心酸啊！係啦，好啦，咁呢個係咧其中一個地堡啦，之後可以再下一張相。係啦，咁呢個都係連埋啱啱嗰度嘅一個地盤，咁都係啲門都係封咗啊，跟住再貼咗紙啊咁樣。不過就咁望都幾似個迷宮喎，呢度，即係佢啲路又窄咧，跟住。唔係，咁可能有機會係因為你都即係過咗而家都70多年啦，佢又冇點樣打你咁樣，係啦。好，咁再下一張，同埋你都見到好多窿喎。係啦，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地堡嚟嘅，咁就叫做個樣叫靚啲啦，咁樣你都見到佢即係貼曬紙啊，封曬門都係咁樣樣。但其實呢啲門後面係乜嘢地方嚟咧？門就真係後入邊個。就係、是、其實應該實質上係嗰個入口咯。入口。哦。係啊。
哇！以前啲鐵門都幾靚嘅。不過係啦，即係就提翻句啦，即係可能如果大家都想去睇呢啲遺跡嘅話，咁就盡量都可能日頭去會好啲嘅，係啦。好，再下一張。夜晚去會咩咧？探靈。探靈啊，英靈嘅不過都係。係啦，咁呢一張就比較正面少少俾大家睇睇。呢啲係嗰啲指揮室定係啲？係啦，指揮部嘅地堡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再離譜啲咧，就係咧咁其實佢呢度咧前面有個油站啊，咁但係咧佢其呢個油站嘅前身係另外一個地堡咯，咁但係就係因為起呢個油站，咁所以就拆咗嗰個地堡，就剩翻現存，即係我影呢幾個咁。發展咧就係硬道理。係啦，冇錯。好，再下一張。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我冇記錯係應該好似係過對面岸定係再前行咁樣啦，咁就會有個紀念碑嘅。咁呢個紀念碑咧，咁其實係去紀念翻即係當時聖莊啦，咁有啲救護人員啦，咁佢哋喺呢十八日嘅時候咧，或者之前啦，咁其實都一直有喺醫療各方面提供協助咁樣，係啦，咁所以都因為曾經有部分嘅人咧喺北國嘅時候咧就反抗，咁俾日軍殺死嘅，咁所以呢個紀念碑咧都即係去紀念翻佢哋嘅貢獻咁樣，係啦。好，再下一張，係啦，咁好似冇時間點陰功，係啦，咁即係我講快少少啦，咁最後其實即係黃禮峽失守啦，黃泥涌峽失守啦，咁其實到最後咧，咁有部分嘅守軍咧其實係俾人逼咗去呢個赤柱嗰度，係啦，呢個赤柱嚟嘅。係咯，即係比較粗深黑色嗰啲咧，就係日軍啦。咁跟住右呢個係守軍嚟嘅，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就係keep 住咁樣打啦。咁其實一直都係還唔到擊啦，又或者嘗試還擊，但係都係冇得做。唔係喎，應該日本人幼啲喎，鬼佬粗啲喎。人多啊嘛，日本人。因為咁嘅，其實除咗人多之外咧，譬如可能炮啊嗰啲都係日軍比較先進少少。日本人幼啲。喂阿哥，陰公。好，我哋繼續講。陰公。翻嚟，我哋繼續講。係啦，咁同埋即係其實都避無可避，就係因為其實守軍嘅情況就係話，即係啲官兵其實開始已經好攰啦，咁佢哋覺得自己係喺度死守緊，因為不斷都係咁樣輸緊。但係呢度應該已經係香港最南嗰度，即係赤柱。係啦係啦，其實已經去到尾聲㗎啦，咁跟住再加上可能譬如糧油又冇啦，跟住軍事設施不斷咁俾，唔係嗰個糧油啊！糧油冇咗好耐啊，冇咗幾個月啦，糧油。而家要俾錢添啊！依家係俾錢添啊！係啦，跟住之後即係油庫又冇啊，彈藥庫又開始即係俾日軍佔領咗啦。咁然後咧，即係日軍亦都將守軍咧基本上完全分割咗兩批，就東女同西女分割咗啦。咁然後到最後咧，咁其實即係亦都有呢個嘅投降嘅諗法嘅，咁但係最後因為英國嗰邊就話嗱，全世界咧都睇住你哋香港打呢場仗㗎啦，咁所以醒定啲啊你哋，咁就唔俾佢哋投降啦。咁但係去到咁都得，係啦，冇錯，即係面子嘅問題。但其實我又想知點解佢哋要打入去赤柱嘅？點樣打去？唔係因為其實咁嘅，咁其實咧當唔係應該打西環嗰邊嘅咩？西環唔係因為咁嘅，其實咧我冇講到少少就係話打到港島嘅時候咧，守軍係分咗叫做東女同西女嘅物體。係啦，咁然後西女咧就係黃泥涌峽嗰班，跟住一路攻過去灣仔啊嗰邊咁攻過去嘅，即係我啱啱未有張地圖係咁樣咁樣係啦咁樣嘅，咁另一班咧就係東女嗰邊咧，咁就將佢敵咗呢步，即係哦，即係其實係喺本身佢哋喺上面，但係跟住就俾日軍逼咗落去赤柱，係啦係啦係啦，慢慢咁淺水灣咁再逼落去係啦，咁然後就去到最後啦，咁因為睇下雖然啦。係啦，咁去到即係最後24號嘅時候咧，咁其實壽臣山啦、灣仔峽呢啲即係啦，都其實已經陸續失守啦。咁而最後嘅彈藥庫咧，其實都已經去咗日本嗰度啦。咁其實即係最後其實你咁樣打法，其實只會斬死得更加多人，同埋咁樣打落去咧，其實只會令到即係可能市區嗰邊或者維多利亞城嗰邊嘅人會遭殃啦。咁所以其實到最後啦，咁呢、這個嘅即係楊慕琦佢報告咗之後咧，報告咗俾英國之後咧，咁其實就最後決定咗係即係得到呢個英國嘅同意，咁於是就即係最終係投降，咁就去咗呢個半島酒店度去即係向呢個嘅日本嘅軍司令去投降。半島酒店係真係講緊係九龍，係真係尖沙咀嗰間，同埋我冇記錯就當時嗰間房係應該係336。係啦。哦、但我未入過去啦，但有聽聞過就好似話336唔俾入，定係
我不肯定是啦。但是因為我還未有機會試過上去。因為那陣時就日本仔在九龍簽了中部，於是就過九龍呢就簽了投降了。是啦是啦，沒錯。咁好像很簡單的結尾，但是係啦，由於時間關係咁樣啦，唔係可以繼續講嘅係，因為我驚 over 可以超時多三分鐘嘅，超時多三分鐘啊！因為其實咧，即係上個禮拜日咧，咁就同去唔到呢個嘅紀念儀式，咁其實本身就諗住今日即係可以俾大家睇下上年嘅相咁樣，同埋講講呢個重光紀念儀式嘅。咁如果係嘅話，咁就可能即係再下個禮拜先同大家再下禮拜咁樣。我哋其實 trailer 都有幾張㗎。都係我哋 trailer 咧，如果各位觀眾咧有興趣，可以再翻去睇多幾次我整辛苦。因為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哋 trailer 咧用咗好多香港嘅圖啦，咁亦都有香港保衛戰嘅相嘅。咁啊，今集嚟到尾聲咧，咁我哋承諾咗各位觀眾咧，都係要講下時事嘅。雖然依家得幾分鐘咧，三分鐘。即係其實即係我即係最想講咧，即係就係呢近日有一單嘢，就係呢個即係李善儀啊。係，即係逃亡咗去台灣嘅。即係逃亡台灣，咁佢而家即係有段錄音啦，就話佢即係決定唔翻香港，叫做即係受呢個審判咧，因為佢唔相信呢個香港嘅即係法治。咁佢亦都就即係而家就話喺台灣想試下嘗試揾一啲即係新嘅生活，係啦。咁而香港呢度亦都將佢列入咗最後一個監察名單。咁就如果佢一入境嘅時候咧，咁就會即係。即刻拘捕佢咁樣，因為佢喺旺角蘇聯當中係被恐怖動罪嘅，咁都啱啱係十八歲啫，即係今年咁啊，係被通緝緊啦，依家因為就缺席聆訊，都潛逃去台灣。咁誒，咁其實我即係睇呢單新聞，我覺得即係好諷刺嘅，即係講緊早半年啦，即係啲泛民仲喺度講緊香港有法治嗰啲時候嘅時候咁樣樣，跟住去到今日，即係大家都睇得到法院或者係即係一個司法制度而家崩壞啦，叫做好多時候你根本啲年輕人啊受審嗰啲，其實未必真係叫得到一個好合理嘅判決咯。唔係，我嘅睇法就係咧，其實講法治係多餘嘅，嘥氣，因為你。無論法官多中立，判案怎麼專業都好，那個法律是誰寫的？不是香港人寫的嘛，是你港共政府寫的嘛，即基本法是誰寫的？不是你香港人定立的嘛， 你基本法是中國人定立的嘛，其實所以你的法官按專業都沒用的。我其實我同意那班大律師所說的，法官判案是專業的，是但法律本身是不公義的嘛，那你說法就是浪費氣。坦白承認，就即係李善儀當初潛逃台灣咧，我都算係第一批收到消息嘅人嚟嘅，因為嗰陣時我做緊中大生會，咁亦都有同呢個被捕支援組織有一定嘅聯絡，咁嗰陣時收到消息嘅，咁啊即係坦白講咧，我嗰陣時都有話咧，喂點解要著草啊？咁其實你累咗其他人咧，就好難去申請保釋嘅。咁但問題就係依家事後睇翻咧，即係我都。其實你唔可以話佢呢個決定錯咯，係即係我都要話我講嗰啲咁嘅嘢係講即係道歉嘅，因為固然我覺得佢咁樣走係會令到後人保釋更加難，但係就即係佢面對一個政治審判，佢選擇離開尋求自由，我覺得唔怪得佢。但反而我係即係諗緊佢咁樣一走嘅，其實佢就冇得再翻香港啦。係啊，或者等真係叫做香港重光啦，再重光啦嘅時候，咁佢啊冇佢依家黑市人口嚟噶。佢唔會即係佢喺台灣冇身份，即係其實變成一個偷渡者咯。佢係偷渡者，佢係黑市人口嚟噶嚇。咁但係佢覺得寧願做黑市人口都唔想坐監，係佢嘅自由嚟嘅。即係其實大家要理解咯。咁但係哇，即係近日就即係我都上網，因為喺 Facebook 見到啲人咧，喂有啲真係黃，即係可能叫黃絲啊。即係喺度就批評緊佢咯，啊又夠膽做咧，又唔夠膽喺香港受審嗰啲，因為我睇到呢啲留言，其實我自己都好感慨。屌你咪你咪嘴炮咯，你班友咪。即係講真，你譬如你話黃之鋒嗰啲，佢即係走出嚟叫做受審，咁佢哋即係佢哋叫做帶頭人，或者佢哋去做呢樣嘢，我覺得佢哋承受翻其實係冇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出到嚟判刑嘅時候，其實你都見到。即係佢哋而家受緊嗰個懲罰，根本就唔係
佢哋諗嗰個懲罰咁。其實唔 appropriate 㗎，即本身可能都係話社會令，咁但係而家已經變咗係監禁三個月。係咧，黃之峰佢哋或者佢哋三個已經係判重咗好多，但係都只不過三個月啫喎。係啊，但係咧楊日朗租咗兩年，跟住其他暴動嗰三年。係啊。喂，其實你成個審判係，即係嗰個罪刑係重到唔係話。你班旁邊學喺度日日喺旺角鳩烏喺度舉黃遮，你啲旁邊學可以喺度講風涼説話，你唔係你坐監，你冇得講咁多風涼説話，大佬。喂，你唔係坐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月喎，兩三年喎，兩三年喎，你以年計喎，你班人喺度講啲咁嘅風涼説話，你冇人性啊！即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判斷，或者不同意他這個做法，但你不要取笑人說這樣還不敢認，是啊，你是非常低劣，那你都可以取笑孫中山，屌你老闆孫中山，夠膽搞革命，不夠膽回去面對清廷，流亡美國正契弟，你都是這樣笑而已，我覺得很不合理，有沒有其他想說，林收皮了。收皮啦！我哋呢個超時嘅習慣好曳，賴佢都成日好多嘢講嘅，辛苦就係辛苦。太多嘢講啦！辛苦聽到嘅同事咧，所以記得大家係要記住啊！交月費。如果問聽到嘅同事咧，係冇糧出嘅。我哋咧會做一集節目咧，有兩個聽到同事支援我哋嘅。啊，佢哋依家仲係 OT 緊。OK， 好啦，咁我哋下集咧同樣時間啦。嗱，你講咩話？都是繼續講嗰個位置。係啦，咁我咧就正式開始下集翻嚟咧，正式開始講呢一個民主啦，繼續民主啦，即係今集就講咗話，喂獨裁政體或者叫專制政體嗰個問題喺邊度？咁竟民主係咪咁好咧？咁我哋下集翻嚟咧就正式探討啦。咁好，咁啊下個禮拜二，係啊，晚上10:00，同一時間咁啊再同大家見面。好，拜拜。拜拜。